送上俾大家，都一首都较新嘅曲目，《截击及截击沉沙至未寒》。嗱，呢首曲咧系由已故黄光考老师所撰写嘅曲目。嗱，击系一种古代嘅兵器，截击断咗呢支击，埋喺沙里边。其实取材自唐代大诗人杜牧有一首诗，其中有一句是讲：截击沉沙，铁未销。讲将呢个击埋喺沙里边，日后再攞翻出嚟以图大用。呢一曲嘅内容是讲春秋五月之战，越王勾践战败，被俘虏到吴国为奴。佢忍受一般人不能忍受嘅屈辱，连佢夫人被召入后宫，佢都能够忍。吴王夫差病重，佢亲自去上坟，佢都能够忍。但系佢内心嘅志系从未投降，佢截击沉沙，等待日后机会，以图复国。嗱，呢一曲咧，我哋有请粤剧红伶阮德文先生，佢火拍莫言仙小姐为大家送上，有请两位。有恨难平，爱弟主作下人抢断，亡国痛，山河缅怀，成立乱。岂入故园，心愿依难圆，前途未卜，沉痛自无言。昨夜夫人被召往吴宫，至今都未返，真令人挂虑。
同，子上，子同，啊，来交之。未敢怨苍天，家亡国破，愧无言。当日范蠡牵良谋，与民忠齐相劝，是我孤行一意，欲把敌人怀中啊念，怀中念，待等复得仇啊，有日把夫妻命啊送黄No!
衰垂呀尘送忧生意，独披朝头素衣，往日威风八面，可惜千差万算，今被夫差羞辱，痛服其不得得志，如今执数目马分辨，涂炭无疑。身着粗褴，貌艳良母隔宿，苦言言妻，更害你人前受辱，等若万劫，在孤心默穿。得求生存，且求高升，夫利大志满怀，婴儿幼勇生，福祸威锦夫人大义甚明，当奋起雄心壮志，祈求福祸。计在今天，范蠡吉凶卦卜成路危端，夫差抱我并未全，幸有偏方知己知日当拣，有妙计可算，当尽宫中向夫差正中进言，人生日将好，全月笑不眠。
当日坐享好光山，今日人啊人如玉啊，同我主上尽处望透孤身，终受玉啊堪怜。进宫自荐，血疾上孤取扶差能啊倦。望归船啊，内里十国苦甘酸。为大业啊当成，今将力。天得愧对河山，磨消豪气，未堪高人前，没路缺出身，添信繁礼之言，强人身啊容判断沉恶缺得疾，望闻穿得色龙梯为祸，人胎眷常先能表我成见，玉图片吹得蝙蝠差苦欲计谋用作战啊，细恨忘眷恋，往来同相知，去国堪怜。万民拜，曾为帝虽受苦甘甜。望月王白金殿，漫漫长夜边，朔风景流失五彩。是随风远卷，艰辛经百年，铿
河未完，难料吉凶心水乱。古为能忍辱者，故能离辱，只是害了夫人，你受苦啦。师归望眼将穿，有幸酬夙愿，明日拜请跪叩恨。孤儿作梦中啊遇，今生还乡盼无日，欲求脱净。出心啊怨，故国啊啊望重归，何时起见风光晚，欲与琼楼重。生志气尽磨丝绕，奈何含污忍辱，愧对忠阿勉。祖国山川高飞都有日复回邦，奉上美人把乾坤反国邦，定当生罪教训，不枉我两载吾邦忍辱三年。说得冤，凛凛江风烈，戒衣盖娇着衣帘，情意绵绵，可立上还。从未家国望神眷。
使復國待來年啊。時間過得好快，到咗上今晚最後一曲《蝶舞逢迎》。嗱，呢一曲咧係由陳嘉慧女士撰寫嘅。嗱，一幕幕堅持執著嘅愛情故事，一段段悽美。